所以一定要蹲马步吗？马步一定要蹲成像你那么夸张吗？不用。嗨嗨，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大安溪铁桥。那刚之前的影片大家可能看过，稻草老师用一般相机做拍摄。那我们之后的旅游影片呢，我们会增加使用手机拍摄的部分，因为很多网友，小姐，这个路径是怎样？我忘记了，我快崩溃。我要崩溃。嗨 ，Terry。Hello, 我是 Teddy。OK， 好 ，Terry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手机摄影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嗨，嗨嗨。今天我们除了拍28200之外，我们多拍一支片，就是 Teddy 用手机帮我们拍合照，因为他们开场开六次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决定帮他们做开场。Teddy 的手机是一支很烂的破手机，然后他今天用这支烂的破手机，然后除了我们在拍28200以外的部分呢、啊，今天所有景点呢、啊，他都会帮我们拍一个合照，对，到时候让大家看看合照拍起来效果怎么样。耶、yeah, ，谢谢稻子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请 Teddy 来帮我们做示范。我是 Teddy， 我今天会用 iPhone 7来帮大家做一个侧拍，这样。然后手机合照呢，对我来说就是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在拿手机的时候呢，因为手机它是28小广角，所以我们在拿手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很容易这样子或这样子，就是它会容易变形。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把手机拿正，不管你是横着拍或者是直着拍的时候，就是手机必须要拿正。这个花还蛮好看，所以我们来 Q 一个合照。然后合照的部分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说，它这边花丛是长这样，那边会有一个地方可能可以是坐着的，所以其实可以帮我坐，有人坐在那边。那小伟你也要入镜啊？对啊，我要。再来第二个要点就是，我在拍合照的时候呢，就是我的画面会是比较平均的，就是会是站得比较平衡这样。然后呢，后咪咪也要入镜啊。对，我们都要入镜。水平一定要抓好。所以一定要蹲马步吗？马步一定要蹲成像你那么夸张吗？不用，但是我会觉得就，因为我自己习惯就是，我要让水平线抓好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是要跟手机的萤幕是一致的，是，所以自己找地方看，这样。因为这边是一个这个延伸的感觉，所以我选择在这里拍合照的时候会用直幅来做构图。嗯，对，然后所以请你们先站在我前面。哎、欸、Terry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会先，我是 Teddy， 然后先帮我站成一排，站成一排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直直的一排，对，直直的一排。哇，好像很有趣哦。可以。所以你要我们假装火车吗？好，那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。对。哎、不会是千手观音吧？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因为这边是现在是顶光了，所以大家头麻烦都帮我抬起来一点。对，很好。然后那个我们最矮的人到最前面，我们拍一个。完蛋，这。完了，超有争议、欸。那个各位观众，请大家留言哪一个比较好？你可以 Q 这种，最矮在前面先蹲着，可是你已经蹲着了，还没对不对？pose 的话呢，就是你们自己看你们手上的东西，你们随意往左往右。就是延伸感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Terry， 我要拍网美照，可以帮我拍一张独照吗？那你要怎么样的？我要看起来高大上。高大上，上是什么意思？时尚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往前走，小心不要摔死。走到底。广角变形，那你看起来非常的高。所以我要前后脚吗？对。然后你的脚要往我这里伸过来一点。再伸一点。对。不，你人不要动。人不要动。你的脚尖往我这里过来一点。对，让我把你拍得很高的样子。好，我的笑声，我的，好棒哦！好，又到我们的合照时间，耶、yeah! ！一样，一个帮我站上来，然后其他人就是帮我依序排布，自己找一个地方站，要让，因为我想拍一个有三个消波块往后延伸的感觉。然后咪咪你也过去吧。电塔那边很远呢，也太远了吧。然后咪咪在左边出来一点，对，这样很好，好，好，一样啊，赶快继续看着。好，三二一。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一个这个水管，然后我们就请小伟即兴演出一下。那小伟也非常敬业的即兴演出了。好。
我们要怎么走？就往前。很嚣张那一种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你就抓拍对。对对对。好，你这样很不错哦。OK OK， 搞定。统一推荐板条，他们是统一推荐板，你就写你就推一个干面，客家汤板条，对，好，板条客家怎么讲？不会是板条哎，板条客家怎么讲？啊，安之 C， 如果人不老师板条客家话怎么讲？刚开学的摸又厚，什么东西啊？汤板条跟干板条都很推，还有烫青菜，烫青菜量很多，上次对对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几颗？十颗。是今天没东西没有吃完，从不准就离开桌。不是，它还在涨啊，它还在涨啊。等下十颗蛋都会吃完了。对。就是油葱多到爆，没错，没错，我讲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油葱多到爆。油葱真的特别，就我完全感受到那个。其实我觉得客家菜用汤面来讲，就是油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料，可是有些家油葱就是不好吃。我觉得这间是很倒地的。OK， 好，肩膀面店，赞不赞啊？赞赞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为了今天要拍合照，我特地帮 Terry。OK， 好，不重要。好，那请 Terry 来开箱。墨镜，墨镜，五种颜色的墨镜，好不好？好。酷不酷？酷酷酷。啊，这个你蓝的、啊。好，我蓝的。好，蓝的。我蓝的，我苗栗人当然是蓝的、啊。道理。这个就是带了都要装很酷，对，好，好，我拍了哦，三二一，然后我再拍一个，就是你们每个人就是帮自己右边的人扶眼镜，就是都往那边看，等一下，都往那边看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对，时尚感要出来。看别人，我们这要合照，是我在里面吗？